就算跟全世界作对，他依然会站在你身边。没有耽误面试吧？我信飞扬网络公司的，我们招程序员，你要不要了解一下？哟，怎么这么快新公司就找到了？也是，你这简历是半截的，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，你没资格嫌弃别人。我会联系你的。 啊，行，你到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这还有个名片，您看一下，如果有需要您就找我啊。再见啊！哎，你好，这个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想一出是一出。你也和以前一样，总是看不远。对了，朱韵来找过我。 没想到吧，我也没想到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就算跟全世界作对，他依然会站在你身边。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你离他远点儿。以前都是你说这说那，今天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也劝你一句：人要识时务。以你现在这个身份，找工作很难吧？ 要不要我帮帮你？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单枪匹马的爬不了山。高建宏。 李寻刚手上拿的名片上的那家公司，是不是我们刚刚碰到的？我心飞呀！果然。喂，郭总监，我到楼下了，没有耽误面试吧？ 好，我马上上来。 Don't know how you've been there. Don't know how I've been there. It's been so. 哎，你什么底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呦，这个。什么呀？这是。这是跟自己家一样。